那隻好像麻鷹的雀仔，它在玻璃窗外面望住我，我亦都望住佢，佢隻眼就好似一塊放大鏡一樣，可以望到好遠好遠。早一日啊，生鏽生到成道閘散曬，砰一聲乜嘢都俾人睇曬。唔好咁大聲，阿靜瞓咗覺㗎。我話所有人嘅秘密我都知道一清二楚。得噶啦，总之之后间都会整到好似豪宅咁靓吓，你会住得好舒服啊。OK， 唔好再讲啦。个问题我唔想住豪宅啊嘛。问题系咪我度啫？你哋今晚食饭开唔开心啊？好开心啊！对唔住，如果我叻啲，你哋冇咁烦。嗱，我唔系嗰啲死缠烂打嘅人嚟嘅。上次我同你嘅嘢，我系唔会同你老公讲。上次我哋都好好噶，我哋可唔可以唔好再讲上次嘅嘢咧？我真系好耐未食过一餐中国饭啊！不过我记得咧，我走嗰阵时候，你煮饭冇咁叻噶喎，熟能生巧啫。阿林啊，你打算喺度留几耐噶？做咩啊？你唔想见到我？唔系，梗唔系啦。你嗰阵时青春逼人啊，成日都搞到佢尴尴尬尬咁样噶。其实个 B B 系我噶，我知道啊。找不回了，找不回了，做什麼？你想找嗎？不是啊，啊，你說你今天真的回教會啊，還是跟年輕女去玩呢？你知道啦，你朝中這麼快就醉酒啊，你說什麼啊？我們是不是有什麼誤會啊？沒誤會，我看得很清楚。你看什麼看得很清楚啊？ Myra， 你是怎樣的人我很清楚，你騙到 Stella 騙不到我啊。那你也騙到 Stella 啫？你真的覺得有用？我只不過覺得電視台的感染力會大一點。現在還不夠大？我问紧啲嘢啊！俾翻我，取消访问佢，得九岁嘅啫。原本阿静可以好好嘅。如果唔系 Myra， 我哋一家人就可以好开心咁样生活。只要我哋一家人生活得开心，我乜嘢都可以唔要。你翻去先，翻去先。阿爸，你做乜嘢？你我叫你翻去先啊！乜你唔系想问下我点解后院树下边有人骨咩？对唔住，对唔住，我唔应该离开你，我应该喺你身边嘅。Stella， 我哋可以补救你。冇得补救我。十年前我哋已经冇得补救。我行过嚟，我而家冲入俾你行过嚟。我细个嗰时系唔系你拱我落山噶？我好惊啊！我惊你俾人呃啊！其实你特拉都唔系好难睇啫嘛。做咩啊？未见过咁大特拉？十年，呢十年咧，好似喺鬼屋度咁样，飘嚟飘去。你同我一齐喺度飘嚟飘去。佢哋最叻收埋自己，收埋到自己都揾唔到自己。作为你的老婆，我今晚已经做到最好的了。你做咩讲埋啲咁嘅嘢啫？冇嘢冇嘢冇，咁不如你话翻俾你根本就冇 B B 啦。Stella， 你放过佢好唔好啊？唔系，我冇善脚，系我专登用力捻住佢条颈，系我捻死佢嘅。我唔敢出去做嘢，我唔敢真真正正咁望住你，我唔敢对住自己仔讲一句我好爱你。我哋全部都有罪。停留是不是就等于停止了呢？想入面那个我是不是可以生活得更加开心，更加自由，自由到可以在天空上面飞？